生在参加某音乐节时，在现场演唱了多首歌曲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《望》。周深真不愧为实力歌手，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现场演唱实力依旧很稳。周深在台上不时与台下的观众进行互动，当天更是出现了万人合唱的场景，直接把音乐节变成了个人演唱会，令人震撼不已。不少网友看过视频后，纷纷夸赞其声音太温暖、太治愈了。周深还一改往日造型，染了蓝色头发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据了解，《望》本就是为了那些未能在春节期间团聚的人而创作，因周深温暖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，这首歌曲在春节期间感动了无数人。如今再听现场版，依旧戳到观众心坎，让人感动的想哭。你喜欢这首歌曲吗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。